镜头啊，镜头有点落水了，镜头落水，有纸吗？上面都是血，镜头有点花，直接用手套擦了，擦不干净了。我好像越擦越糊，我没有纸了。好，我们来等着那个开一下镜头哈，然后我来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提问。对，有人说这个长白山万达是14号开板，其实很多现在的这个雪场。好了吧，其实很多现在的这个雪场呢，就是基本上在立冬之后呢，会陆陆续续进行一个开板。那也就是说，大概再过一周吧，其实大家就可以来东北进行滑雪了。